现在是早上的4点半，强制开机。现在来码头接婆婆。早上4点多，我们山东的天已经亮了，但是这边早上四点多也稍稍有一点那么凉爽。生活不容易啊，看这出租车大哥来的也挺早，也是在这等着第一班船，估计是来拉客来了。那里边还有那么多集装箱，大货车是等着上船的。这火车也能上船吗？这火车怎么也在这等着呢？咱们现在是在俺们烟台的这个轮渡码头，为啥到这边码头上来接婆婆，然后没到大连去接呢？因为咱们这房车上船特别不方便，你像煤气罐、大罐、小罐，包括酒啊这些东西都带不了。然后呢，咱要是坐船的话，这些东西都得扔。扔的话哈，现在房车上那个小罐特别的不好买，然后也特别的贵，那一个小罐就好几百。所以说呢，就让他直接从那边坐船，我直接在码头这样接，这样的话就能方便一些。这会儿已经5点了，车已经下船了，车现在开始陆陆续续往出出了。看这大车，你坐船来的呀？现在来的人也多了，这边来了2辆车，那边还有，呀，这边也一排车，都是过来接人的。这人家都出来的差不多了，也没看到我婆婆呀。从那个下了船到这边走得走10多分钟，这老太太不知道咋走，然后在那原地站着呢。这人还不让咱家属往里走进去接。不，人家不让进是对的。不让进是对的，但是你说像咱家这老太太特殊情况啊，她不知道咋走啊。你说这么大个港口，看看吧，接上俺们家老太太了。哎呀。咋样啊？累够呛，累够呛，还搁那样等着呢。啊，你跟着这些人大溜往前走啊？没有几个人过来呀，都是旅游团啥的。他们这不就一条大直道吗？你下了船就往前走。嗯，然后跟着他们往前走就行了。上哪呢？咋拿这些东西呢？那都随时用的东西。这那个，放这儿给。让你带了盒樱桃呀，红梅给你买的。我告诉他啥也不要买，他又给买这。走，东西给我吧。到地方了，东西给你了。到地方了，给我吧。关上了啊。那不还有兜吗？把那兜也给我。行了。拿这么多东西。又买的啥呀？那里边啥你买？还是之前的吗？嗯的呗。啊？嗯。走吧，出发了。回家。回家的路上遇见赶集的了，领我老婆婆去赶集，看看买点啥吃的，走。你看俺家婆婆哈，她也不管你们走不走，就在前面走。你说万一走丢了咋整？你也不看看俺们在哪，你就呼呼的走。这小瓜是本地瓜了。大姨，这个瓜多少钱？20块1斤啊。哪的呀？这是那个。这个15啊。那个15，那个10块，那个15。105。紫体的粉15。虾多少钱？130斤，5斤，4斤。我撑点的。微信收款610元。这袋挺沉的也。卖海鲜的都是小袋子也装不了，小袋子装不了。买了点海鲜，这好像是全国卖海鲜都统一。
都用这种老厚老厚的袋子做，啊，那螃蟹都绑腿儿，用那个厚皮筋把那腿儿都绑上了，估计那腿儿啊，估计称一下都是老沉了。跟那小家雀，跟那两个螃蟹一样。但是螃蟹是15一斤，虾是30，鱼是22，就那一条鲅鱼是6斤沉。现在赶集已经看不到年轻的面孔，全部都是老头老太太。你们说为啥看不见年轻人了？看看我们山东的大葱，这还是小葱啊，还没长大，要长大的话会更高。还是这赶集买太便宜啊，像这么一大把的葱2块钱，大头菜1块钱一斤，青菜也特别便宜，现在水果下来了也不贵，买了很多，现在准备回去喽。